见啊，你同讲哦，解报人系边了今日的时间唔去上班，都是啊，来再下去云林前唔了嘿。哎，老朋友当久冇见面了，唔是爱好好啊安排一下嘿。喂，丽，早。早，今天有一个事情要麻烦你哦。我有朋友笑啦，找我玩啊，结果我不知道怎么办啊，带去哪里玩耶？怎么办呢？对啊，帮我想想办法，去哪里玩啊？啊，这边。什么？这边有春史记录课程，我们一起去参加啊。可以啊，很棒耶，我们一起参加。好啊。蔡阳村点在保中乡，保中乡点在云林县，从咱来历史的记录课程开在蔡阳村的合安宫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地点以及起点，因为要了解地方文化，最最好的方法就是为地方信用中心开始认识。早期的邱千岁，他是在文征，就是拢大人的厅头，少人的厅头大。啊，现在这间秋千水，阮这合万宫咧大正，就是阮庄吼一个全村的村民一个信用的中心啊。合万宫庙中供奉主神是七户王爷，点伫伊的神迹公团之下，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。那是村内来的信用中心，外地来参香的信众也非常多。踮伫保中乡内，有一个真出名的宗教观光文化活动，迄就是五年千岁节以及吃饭大。马明山镇安宫是云林县四大庙宇之一，供奉主神是五年千岁，香火非常的旺。每五年，保中乡各村联合参与分担祭祀以及下神的代志。这个镇安宫吼，差不多已经有一百年前以上吼。啊，早期这个所在无开发，啊，伫草港，那有这个船呐，吼，海上的漂流物就对啦。啊，发现内底就是有一个香炉，甲伊一个指令啊，写五年千岁，啊，十二尊王爷安尼。啊，所以当地的居民吼，就啊个奉请起来奉拜安尼。啊，现在这个庙是七十年前改建，啊，改建了，啊，每一年千岁拢有出巡，啊，出巡是伫这个元宵节这天吼，正月十五，分做五股十四尊，为每一尊内底的范围去绕境。五年千岁所行过的所在吼，一定是拢平安无事啦，吼，所谓杂煞拢来化解安尼。五四。三二一，开动！加班大开动啦！啊，可以。OK。啊，这加班大就是可以讲是咱五年前做镇南宫上重要的一项活动，啊，非常有意义。因为王爷出巡了，到每一村轮值啦，啊，甚至有一村十五年才会当轮到一遍的加班大。每一位村民吼，拢真虔诚。来供养千岁，啊，同时也准备午餐来招待大家。这种现象变成各村拢有一种比赛心理。每轮值的迄阵啊，每一户的村民拢希望将上好的料理啊招待大家。啊，咸水的风炮，啊，平溪天顶，啊，咱吃的是镇南宫的食饭大。应该是全省吼三大活动之一。啊，阮参与是每十年一遍。啊，这个食饭单是伫民国四十九年，我是还袂晓五十九年、六十九年、七十九年、八十九年，
到九十九年，因为阮即卖伫阮即个合欢宫的庙前，即就是讲七十九年开始每个元宵正月十五，就是伫对面照着跩阮庄的一挂人，会跩农地落去打做迄个饭大窟，吼照着因跩，啊跩人拢足用好着即个，因为五年千岁即个饭大，啊伊真乐意，迄几拢会穿啊无做。伊会像啊无做，等啊伊五年千岁，即个廖敬饭大完，伊才开始落种下几个毛国安。台湾艺人的原乡点伫云林，云林宝中是台湾花果镇的起源地，是早期做戏以外到六个的表演，五路相关，队形都变化。是庙会内面袂使你欠款的家丁。花果吼是依照伫咱农村的即个工作时程吼，落去安排啦。伫即个前进的时阵吼，就是咱像讲咱伫咧进土豆同款啦。啊后退的吼，就是咱像咱咧布地啊吼，啊完啊布完啊后退安尼后退安啦。啊，然后呢，丰收了，完了有丰收节，啊，全部吼、哦、来解化一个万岁安。谢谢。迄阵是阮真个头回过是查甫的，啊，查甫了尾也是换改查某的。咱即卖因按说三代咯，那到查某就第三代。即卖较参查甫较无共款，阮跳有较迄落较新型啊。步数较侪啦，无共。阮若即出去了吼，有人看跳跳步数，阮会甲学倒来，学倒阮家己拢入安尼知，就甲加入安。花果镇也是婚姻宝中用来迎接贵宾的仪式之一，因为是地方传承的民俗文化。这几年来，也常常受到邀请到外县市重要的场合来进行演出。目前，田阳村民有关维持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生活形态。村民平常时拢在无闲农事。哇，花真甜哎，好大一片哦！目前种植的作物以稻啊、土豆为主，其他也阁有番麦、蒜头。高丽菜以及一部分的高经济作物。除了稻啊以外，大部分有产地的村民拢在种土豆，所以每一届到了热天、秋天，土豆采收的时阵，常常会使看到各种空地啊、道路，拢予村民利用来拍土豆的现象。啊，因为土豆吼，伊有两季。土豆伊就是伫迄个啊过年过来，拄好伫咧正月吼，遐就开始种土豆。啊，五月来收。啊，二季的是二水的是伫咧迄个，咱迄个七八月啊才开始种，啊九月来收安尼。啊，咱土豆收起来了后，就是因为咱遮就是无迄个食品工厂吼，甲咱代替做，所以咱就是拢卖互生意人。哦，因看去安怎用哦，因最主要做就是做我食的啦，啊，煎做土豆油啦，最主要是安尼啦。快点走了。
好得力哦，比比我们家那几个月。好行。来，比比看。你要打针？啊，肩带都全伤嘛，你坐下肩膀会坐哟。那你脚不好坐一下。哎，这些花生在这边晒不怕被偷吗？虎牛，我知道我们虽然警力不足啊，但是我们成立巡守队的，很棒的，不会啦。走。林牙派出所管区是幼崽、田羊、林牙以及雕厝这四村。为了加强田羊村内面的保防系统，踮伫民国一百年二月一号成立五龙山巡守队，这些队员拢是义务性质，来担任暗时的巡逻工作。有了巡守队的加入了后，到即马唔但会使弥补派出所警力不足以外，也会使看作是村民对社区代志的参与。因为在这个是乡下地方嘛，然后。近来也发生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窃案，包括偷电缆，还有一些就是闯空门事件。然后我们村长还有那个社区啊，理事长，他建议说维护治安，就是社区的治安啊。然后在今年二月一号成立那个巡守队，来巡逻那个村庄及外围的一些安全区域这样子。在我小时候，我差不多六七岁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我那边有一个叫卧龙山，然后就是以卧龙山这个名称来作为巡守队的标名这样子。咱这卧龙山吼，早期的卧龙山是阮会晓的时阵吼，就人咧讲这个卧龙山是有一个穴啦吼，一个山名的穴。哎，这个卧龙山是讲清朝时代，听老文的咧讲，讲清朝时代卖吼，你要人咧讲叫一种羊本关，你要来迄个卖迄个地利，就是讲将这个地利甲砍起来，伊说将这个地利甲破坏，就讲羊本关用迄个马拖刀吼，才拖出这个云高山迄个路客。听伊讲，踮伫清朝咸丰年间，田羊是七八百户的大村头。种丁拥种真多，因为庄头是踮伫平坦的大沙仑顶，所以这个所在予人叫做是大平仑。大平仑所伫的沙仑规模真大，就亲像是一尾神龙蜿蜒东西几啊公里。因为地形真特殊，所以有地理师认为这个所在是真罕啊看到的龙珠穴。相传这个所在会有真命天子出世，而且已经出现后界十八个宗师，因走起来比马较紧。清廷知影这个代志了后，派出了御用地理师杨本官，以马拖刀的方法为大平仑的龙切过，让沙仑南边的溪啊、龙沟有龙穴留了三更三暝。点这件代志了后，天灾人祸定定发生，大有几啊百户的大平仑庄，渐渐稀微变成无人住。除了五龙山的地理和杨本官败害之外，当地也传说五龙山的龙头踮伫遐种一支竹啊，每冬敢若会生两支竹笋。有人讲那是龙手，也搁听伊讲，若是风把五龙山的山吹起来，亲像龙的变身。踮伫保中乡田羊村的林牙糖厂，甲五龙山密不可分。精心是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林牙制糖所，也是日本时代最后建立的糖厂。糖厂有一四家人正济个，要开始当北港路遮有个甲遮十下工，遮较早兵伫遮糖个，拢散开，拢挖伫遮边了。这座新的糖厂
比起日腾其他工厂，建设上有增无减。为着要提供员工舒适的工作环境，日腾踮伫莲雅制糖所附近推行工业化，踮伫半坡附近来兴建招待所、宿舍、学校以及新社等等。因为迄阵日本时代迄阵啊吼，伊个二龙山遐吼，遐又创一个新社啦，吼，伊个日本人创个新社。啊，我那唔知，我迄阵较细汉，迄阵唔知几年一届啦吼。我那安尼去撒会撒，去撒会撒安尼，安尼出来咧文章安尼写啦。藤乡内底都有六百户咧，迄阵六百，迄阵宿舍东平宿舍、西平宿舍拢。拢住个店里，啊，落高顶，高顶嘛，拢住迄个客厅的宿舍，到个厂顶啊，拢是高顶。迄阵啊，同乡也伫，迄阵真热闹，啊，这条街路吼，算讲，逐间都住个白白，啊，而且搁再有酒家、东西拢有咧。啊，像讲同乡的迄阵，伊也起，哦，起宿舍啊，起，图书馆呐，吼，啊，幼稚园呐，吼。啊，迄啰拍球诶，迄个说啥物？体育诶，拍篮球咯，啥物咯？迄个也有啦吼，啊有公园啦，中山堂啦。日腾为着要互日本员工子女方便读册，昭和十一年设立莲雅孙祥小学校，提供日本子弟来读。咱莲雅国小我都第一届。啊，本来这个学校是因日本人才会使读的，吼、哦，日本人才会使读的。啊，到公学了后，啊，我第一届吼，伫高中搬伊啊搬去啊，到这啊坐，当初啊。民国49年，分林县政府全面开发地下水了后，农民纷纷改种水稻啊，加上政府奖励粮食生产。造成莲雅糖厂的原料推广比较困难。民国56年，店伫经过建厂30几年了后，到尾啊，因为生产无符合经济效益，店伫总厂的考虑之下，莲雅糖厂变成了台糖最后成立、煞上早关起来的糖厂。这弄啊滴嘞啦，要老嘞啦，要过老嘞。等像这多了客线，就算一直移民，一直去，人一直刷，一直刷，拢刷爆，刷去多出去，就变作无虾米人嘞，人真少啊。莲雅糖厂关起来了后，台糖部分农场出租给外人种水稻啊、西瓜。为着要增加种作面积，莲雅糖厂的厂房以及员工宿舍，拢去给人拆除、路平。连五龙山的山土也开始卖出去。酒精工厂区以及附近农地，卖予中央广播电台设立海外转播发射台。较早糖厂啊，伊这边就是原料机、原料，这个车了啊，就是计磅秤。咱咧讲，阮咧讲磅秤，计磅秤啊，就写伫遐规堆，啊来就开始交去吼，用交入去来就开始接，啊接到，哦，咱。曾经是台湾上届少年的糖厂，店伫经过30几冬的风光岁月了后，就安尼走入历史，消失伫世人眼前。龙岩教会边啊，有一条路要入去藤香川。我龙岩教会迄支叫做龙岩糖厂，啊，我又在这边是糖厂村，伊是算糖厂村的入口，一边一支嘛，啊，顶头搁做一个半圆，啊，顶头做一架花，足水的，伊算一个糖厂村入口的景观啦。伊地方的。砖啊，贴在第一块零了，再一块零了，藤箱一块吼，贴在你这好来听呢，到尾来看麦。你是不讲话？啊，这糖厂村啊，藤箱村啊。真的。
还藤乡村啊，这就是宿舍，好多藤乡村的。好啦，宿舍嘿。啊，这个这是龙眼糖厂啦。来来来来来，好，你走啦，你走。民国六十四年前后，更加为着要兴建高速公路，糖厂小火车一车一车从山头运往斗南附近来屯，五龙山真紧就变作平地。二龙山放的是第二间尔，你敢看吗？这是来采访的。由前社长福吉亚马来塔店地交好十年。亲身所得五龙山石牌啊，也予人刷对好买东兴公园来去。今仔日五龙山景观虽然已经消失，也毋过参游村民有关对当时的欢迎记忆真深，也对五龙山石牌啊刷对好买东兴公园这件代志感觉无赞成，想要争取回去原来的所在。一二三，看来现在只有一首歌可以代表我们天阳的传奇故事咯。你是说那一首小城故事多那一首歌吗？对啊，哎，你唱得还不赖哦。谢谢，原唱还住在我们家隔壁诞生呢。走，我带你去看。好，走吧。埔中乡的田游村看起来哪亲像无什么特别，就亲像一般的农村同款平凡。其实你可能不知道，国际巨星邓丽君就是出生在这个朴实的小镇，这个无通代替的重要性。目前邓丽君出生的所在只有张素霞老太太家己住在这。张素霞是当年协助接生邓丽君的厝主，邓在庸的家道就是张素霞交予邓丽君的老爸邓叔。那阵说白，大家咧讲是啥是别个生的，啊是在一家生的人，因老爸倒来要甲阮借家刀，后尾转财改转财借家刀去用哩那的吼。嗯。都伊袂晓讲，咱袂晓听啦吼，边讲要借家刀，啊就先去拿家刀借了。那在生有来一段吼，咱就记起来，起来较亲切吼。啊，伊都无来，我有讲要来的，啊，煞真无来。我的印象里面，我们那个时候只有一张床，一张床，他是从后门那边过来了，那边算客厅，不是从前面大厅这边去。然后大厅一进去就是一个卧室，那从后门那边过来就是。也不算客厅，就是反正煤油炉子啦，什么东西都摆在那边，饭桌也一个矮矮的这么高的饭桌，还有一张单人床，那种行军床啊，那种铺收起来的那种床，就是那个时候东西很简单。我们搬家就是两床棉被包两个棉被卷，里面放点衣服什么的，另外就是网篮，网篮那里有这么大，锅碗瓢盆什么通通都在那里面了。它上面带个网子，比较不会掉，网子一绑就整个篮子就抬走了。那时候生活很简单的。邓丽君出世的张家河院，虽然不是经地顶啊雕梁画栋的大户特院，也不过煞牵连着邓丽君个人以及台湾这片土地，牵连着海峡两岸的台湾以及中国，也佮有牵连着婚姻观。以及整个华人世界，就是这样的牵连性，让世界华人可以透过熟悉邓丽君来熟悉田游，并且为熟悉田游来熟悉婚姻。顺利大吉大利，第二坛。好清楚，我是林光，因为伊在咱台湾的厝，邓丽君小姐在咱台湾的厝哦，已经足少足少的。啊，这间是伊出世的厝，我都要留到今摆。啊！伫顶年的世界七号，咱把它列为县级的历史建筑哦。好，啊，即摆就希望讲政府这方面会当，我政府即摆来重视这个行业。哦，你来讲开发成一个文化区哦，对地方上也是有帮助啦，带来地方的一些
光光啦，啊，地方上的放老这样，啊，看可不可以就是有一些就业的机会，让一些人先人哦能留在我们乡下这样。邓丽君踮伫田阳出世的所在，伊的文化资产价值，并不是看伫个艺体本身，是为艺体所牵连的各种可能性来的。这个可能性，也可能就是影响森林发展的新机会。这间，因住这间出世的啦，邓丽君是这间。哎、啊，即马听安。邓丽君她的一生啊。虽然是一个演艺人员，但是他私底下的生活都非常非常简朴。那我们希望既然他这个故居哈、啊、有新整修的话，以保持原貌为最主要的一个啊、哦、那其他周边呢也尽量的简朴一点，因为他的个性就是这样，你弄得太豪华也失去了这个修建这个馆子的意义啊，尽量的朴实一点是最好。文化资产的价值，唔那是拍卖市场的价钿，也是一种表现生活态度的价值观念。但田阳人、埔中人以及云林人，拢会使哩营造出以在地生活为公营的环境的时阵，文明开化、鸟语花香、邓丽君的出世的所在，就可以反映这种公营，并且甲世界华人来做结合。看啊，我们这边这样子啊，哈，就会一个时光花廊，然后呢，走进去的话，对不对？哈，它就会有那个它设的那个茶亭在那边，好，它现在正在建，你看它分两边。看来完工后，这个最佳导览员非你莫属喽。对，社区的发展应该是我们一起要共同打拼才对，怎么可以少你一个？这几年来，社区意识抬头，面对田阳自落的社区组织，踮伫人物资的不足，田阳安怎样啊？搁创作新的五龙山传奇，为着社区营造计划的久久长长，必须培养在地人才，来找找相关的资源。透过每一场培养人才的课程和社区拜访，相信已经可以看到未来慢慢成长和发展。刚刚那个上那个课程还不错哈、哦。对啊，哎，让我们重新认识那个什么田阳村的那个村史啊。对啊，重新认识我们田阳村。对啊，那这课程很棒的话，改天我们朋友下来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跟他找他点去玩了。嗯，不错、啊，谢了啦 ，OK 啦，拜拜，我要去煮饭。好了，去煮，你死的。喂，小赵啊，你几时回来啊？哦，好。这回锅顶的啦，我这嘛回锅顶的，啊，这回锅顶蛮老嘛是，啊那
有卖。爱家电就拍手，拍手这个电灯很重要，啊，我着电灯架一个灯，先去甲甲你阿得。啊，即马咱阵看中央广播电台。真的王婆啊，真的，真的有大有大多啊！啊，我才二二岁嫁来到这，啊，拄仔好，迄阵还袂做生意，啊，到尾啊要生阮大汉查某囝，三工阮就落去做生意，啊，即马开47年啊。无啦，迄你搞咧，你几岁啊？这沙轮啊是咱埔中央的自然景观，足水的啦，啊嘛足好耍的，尤其是小男孩快乐天堂，所以都怀念的。小朋友，你们好棒！你们从哪里来的？我们从。